湖企业家狮子会于近日成立，并于6月8日晚间在蒙特利公园美丽华大酒店举行成立大会。成立大会当天，华裔民选官员及社区侨领和代表300余人共襄盛举，前来庆贺。成立大会在热闹的锣鼓中拉开序幕。创会会长刘达强表示，创办美国圣谷企业家狮子会最终目的及理想，就是提倡大同世界，发扬人类博爱的精神，为国企业家搭建一个互相交流与互动的平台，并且发扬人类博爱互助的精神，增进国际友好贸易关系，尊重自由，启发智慧，提倡社会福利。刘达强坚信，美国圣谷企业家狮子会会员们的共同努力，随着时代、地域、人数的发展，一定会形成更加完备的章程与组织。